停止台资灭农园区，拒绝烂征璞玉良田的记者会，我们正式开始。好，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先来喊几句口号，然后还请各位竹北乡亲跟我们一起喊这个口号：烂征农地，烂征农地，不公不义，不公不义，烂征农地，烂征农地，不公不义，不公不义，强抢民地，强抢民地，官逼民反，官逼民反，强抢民地，强抢民地，官逼民反，官逼民反，停止台资园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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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拒绝腐烂征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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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各位媒体记者朋友，我是台湾农村阵线的陈廷豪。那我们今天台湾农村阵线以及竹北璞玉自救会的乡亲来到都委会这边来开会，我们是要主要是表达几点诉求。第一点，我们认为说新竹县的空屋率已经非常高，已经高于全台的平均。它的台资园区这个都市计划呢，里面有40%的用地是要来开发做住商用地，那我们的强烈质疑呢，在这个空屋率已经非常高的情况下，还要建设这个都市计划来继续扩充这个都市哦，然后40%是住商用地的情况下，我们认为它根本没有必要性可言。然后其次，我们要表达的是说，台资园区这个预征收的地方，90%以上是农业特定区。那农业特定区在法定上是不得征收的。农业特定区是产良质好米的地方，优良好米的地方。那我们今天有请到竹北上来的农民来表达说当地的心声。好，我们首先先来请竹北璞玉自救会的会长邱会长来我们讲话。各位媒体，教授、农政教授，还有各位乡亲，大家好。我们每次上来这个银翠树啊，语重心长啊，不管我们怎么表达意见，不管怎么样说破了嘴，他们就是照一个形式上让他通过，通过一直通过，就是走形式。大家知道，400多公顷的农地。不是40几公顷的农地，是多么重大的事情。每次让我们发言，只有几分钟就要决定这些事情，合理吗？不合理。尤其是现在这个会议之前所谓开的公益性必要性，在座的大家说他里面的人可以摸着良心，这个真的具有公益性还有必要性吗？不可能的事情。他们完全是配合所谓政府的产官学，利用这个名目来抢夺我们的土地，根本就是最后的目的就是要征收这个土地，然后中央也睁着一只眼闭着一只眼，因为地方财政的恶化，所以说他就让地方政府去随便胡搞乱搞，抢抢我们的土地，是一个非常不合理的行为。尤其是交通大学他又抢我们40公顷的农地，他在南部已经有118公顷的预定的土地，根本就没有在开发，为什么又要抢到我们新竹来了？所以说交通大学到底是在炒地皮还是在办教育，叫人家非常的质疑啊。而且尤其要开发这个土地，南部加起来和我们这边，如果说在这边的话要100多亿，交通大学哪来的财政问有能力开发？不可能的事情。尤其是新竹县政府一直巧立名目产官学，台湾大学到现在十几年了，一个动作也没有，盖了一个毕真楼，而且毕真楼是干嘛的？出租收租金的。那台科大也没有在动，现在又来了一个交大，所以说可见他就是在炒土地，抢我们的民地，而且我们农地免税，他征收了400多公顷之后，以后所有的土地都要缴税，所以说在新竹县政府一年他会多收了多少的税金？
所以说他就是解决他们财政的问题，所以说我绝对不能够接受，我们相信绝对不能够接受这种无情的安排，所以说我们自己国家自己救，我们有权利来表达我们个人的意见，啊，我们誓死反对这种黑箱作业，政府的黑箱作业，蛮干苦干，好，谢谢各位。万生农地，万生农地，不公不义，不公不义，万生农地，万生农地，不公不义，不公不义。好，我们也看到，就是地上排出这个米的形状，是今天从新竹竹北，然后拿上那个秧盆。好，我今天还会请那个田守喜大哥，在当地务农二十几年，田守喜大哥来我们讲话说，当他如是如何种出这个冠军米，来强调这个优良农地的重要性。来，请来。各位媒体朋友，大家早安。我这个苗，这个秧苗是我今年在这几天在种的秧苗。那因为我从七月到现在，从收割一直到这个整地二期的插秧，我今天还在插秧。可是为政府的不公不义，还有耕地征收两年，我得到了冠军米，每一次比赛都是得到非常好的成绩，我交付上来。那我希望我们的政府为了。我是竹北市，竹北唯一的良质米产销班，竹北市有一个良质米产销班，我本身是，我在2011年的时候，我得到乡镇的比赛第一名，那去年呢，我的班成功跟得到全国十大金奖，这么好的名字，为什么要把政府为什么要把它征收？而且这个成绩一直在走，让我们不得不站出来，好好的要维护我们的粮食的主权，粮食的主权。我们的马总统演讲，他再过两年他就要下任了。但是粮食要达到10%，可是我们到现在为止也只有百分之，为什么还要把这个粮田，余裕的粮田来把它征收？我希望我们不要再把这个毁农啊、灭国这个秋季的二把逆天子。好，我们谢谢农民田守喜先生。那刚才强调说，台湾的粮食自给率只有30%不到。那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还想要不断征收这个农业特定区，无疑是继续侵害台湾的粮食主权哦。好，我们接下来请台湾农村政见理事长徐老师来为我们发言。各位从埔玉上来的各位乡亲啊，大家早，还有各位在场的新闻媒体朋友们，大家早，感谢各位今天上午来到这里来关心埔玉这个计划，我感觉非常的感慨。我昨天晚上才从德国回来，我到德国去是要去开会，那我顺便去那边看看当地的农地的一个状况，这是我前3个礼拜在德国之行最主要的一个目的。我看到德国当地他们的政府是尽非常大的一个力量在保护他们的农地，因为他们认为农地是永国家永续发展当中一个非常重要不可或缺的因素。我想跟各位讲，他们有很多很多的农地
都是尽非常大的力量把它保护下来，但是在我们台湾，为了少数人，为了要炒地皮，为了要个人的一个私利，却不断的把农地把它变更为住宅的一个用地，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智的，而且跟西方民主先进国家他们发展的潮流是完全相反的。诚如我们刚刚农政的朋友年轻朋友刚刚特别讲，我们全国的空屋率，各位记得我们全台湾的空屋率已经达到20%，平均是20%，而我们的竹北地区甚且高过于20%。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还要把这么珍贵的农地把它开发成住宅用地吗？我想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全国民众大家一起共同来思考的。这是第一点，我刚好要跟各位分享我刚从德国考察回来我个人的一个心得。第二点要跟各位分享的，我们在学校里面教书，我们已经跟我们的学生讲，土地征收是侵害人民基本人权的课题，请各位特别注意，土地征收是侵害人民在宪法上所保障的基本人权的课题，所以说一定要符合非常严谨的必备要件，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我们的宪法第15条规定，人民的财产权、生存权、工作权应予保障，这是宪法第15条明白规范的。我们的土地征收条例第一条也规定，一定是要促进公共利益。我们的土地征收条例第3条也明白跟我们讲，一定要以兴办事业之所需为限。所以我要问，我们现在竹北的这个台资园区，过往叫做普益计划，他要来征收我们在场在农民善良老百姓农民他们的农地，他有没有符合基本的要件？我要跟媒体朋友讲，跟你们报告，这个案件我们已经关心非常多年，多年以来他们都不符合土地征收必备的要件。所以第二点我要跟各位分享的，这个案件我们台湾农政阵线多年来在关心，多年来关心，我要跟各位讲，不管他计划的内容如何的变，他都不符合土地征收必备的要件，这是第二点跟各位分享的。第三点要跟各位分享的，我不知道在场等一下有多少位朋友会进入到都委会里面审查，我个人是会进去啊，我个人我要进啊，在场都委会委员里面的很多的委员，很多的委员大概很多都是我的朋友，我要跟他们分享，他们在审查这个案子的时候，他们的判准是在什么地方？他们是根据什么样的要件判准来决定台资园区是否要开发？一个都市计划案很重要的，必须要由地方来形成共识。现在新竹县政府虽然开过了几次表面上的公听会，但是人民意见非常非常的分歧，在这么分歧的状况之下，他就把它送到中央政府，要中央政府来帮他背书。所以我等一下我要问里面的都委会的委员，你们是根据什么样的一个判准来决定台资园区是否开发或是否保留？我这一点我觉得非常的重要，当地方政府的都委会没有办法形成共识的时候，请你就不要把案子送到中央政府，送到内政部来进行审查。你这样子要让中央政府内政部的都委会来帮你们背书，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公不义的事情，我觉得这是不应该的事情。
应该让地方政府，让地方政府在都委会里面，在新竹县政府在审查的时候，就应该要形成共识。因为都市计划根据地方制度法的一个规定，它是属于地方的事务。结果现在地方政府他没有办法来形成共识，他竟然用权力的一个压迫，我用四个字，他用权力的一个压迫，要用强凌弱的一个方式。各位朋友，土地征收绝对不是用民意调查来决定的。各位朋友，土地征收也绝对不是看人多或人少来决定的。土地征收涉及到基本人权、人民的财产权，这是宪法基本上保障的，这是宪法上基本保障的。所以所谓的公共利益，公共利益绝对不是用多数利益来决定。这两个观念我们长期把它混淆。公共利益是要透过不断的沟通对话，最后形成的共识，那个才是公共利益，而不是说今天我来的人比较多，我就代表公共利益，不是的。这一点，我想我们在学术界，我们也必须特别提出这一点：多数利益不等同于就是公共利益，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我们台湾长期以来把多数利益就等同于公共利益，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我们希望政府能够赶快来扭转这一点。所以我以上跟各位简短的报告三点，我再重复一遍。第一点，我刚从德国考察回来，德国政府非常的努力要把他们的农地要把他们保护下来，那反观我们的政府是不断的在进行炒地皮，不断的用都市计划来巩固他政治的一个庄稼。我们的都市计划已经没有办法来行作全民的公共利益，我们的都市计划已经变成是政治利益的一个交换的产业，政治利益交换的产业。这第一点。第二，土地征收涉及到人民基本的人权，所以一定要符合严谨的要件。目前这个案子看来完全不符合土地征收必备的要件。第三点，都市计划的一个审查一定要形成所谓的一个共识。当地方政府尚未形成共识的时候，请你不要送到中央政府来，不要变成只是一个权力的一个压迫。都市计划不要变成只是一个权力的一个压迫，我现在看得到的就是它已经变成是一个权力大对权力小的一个压迫，我觉得这是不应该的。以上三点跟各位分享，谢谢大家，大家一起努力，一起努力啊！大家共同努力一下。加油！加油！加油！我们来喊个口号：强抢民地，强抢民地，官逼民反。官逼民反，强抢民地，强抢民地，官逼民反，官逼民反。好，我们现在请台北大学的教授廖老师来为我们发言。这个来自于竹北的乡亲，大家好，也谢谢你们，辛苦你们。但是我们还要继续努力，继续加油，好不好？各位民意朋友，我想要跟各位很简短的讲几件事。第一件事，都市开发，都市开发，土地炒作是眼前的利益，是短暂的利益。同时我也要跟各位媒体朋友说明，保有台湾最精华的农地才是世世代代子子孙孙的长远利益，这是一件非常重要非常关键的事情。今天各位媒体朋友在这看到两个团体在这边彼此互相的争论，他们待会都会派代表进去里头。可是我要跟各位讲的是，埔玉计划案、台资园区计划案，他们的争议点在哪里？争议
点就是有一方是为了眼前的短暂的土地炒作的利益，而另一方看到的是世世代代子子孙孙长远的国家利益，这是大家必须要弄清楚的。不止在场各位媒体朋友，在场的各位警察朋友也一样，你们必须要思考，你们必须要认清，你们也必须要面对你们的未来，你们子子孙孙的未来。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情，我只也要告诉大家，我要给各位一个数据。新竹县的都市计划总人口423,700人。各位，新竹县的都市计划总人口423,700人，但是新竹县的都市计划现况人口，真正住进去的人口只有297,088人。各位朋友，他的计划缺口有126,612人，这个数字很重要，它告诉我们什么？新竹县的都市计划已经失控了，新竹县的都市计划已经失控了，现在根本没有必要再新定都市计划，新竹县的都市计划已经供过于求，各位，供过于求，他完全没有必要新定都市计划。各位朋友，在这样的状况底下，为什么还要积极的推动台资园区？你们知道关键是什么吗？就是土地炒作。开发单位不断的告诉我们，新竹县政府交通大学不断告诉我们，新竹县都市蔓延，都市蔓延要用都市计划的方式来阻止都市蔓延。我要告诉大家，都市计划完全无法阻止都市蔓延。更重要的是，这个案子新竹地区根本没有都市蔓延的现象，真正的现象叫做土地炒作的蔓延。而这样的土地炒作的蔓延，就是要把都市计划拿来当作工具，为土地炒作背书。各位朋友，各位媒体朋友，各位在场的所有朋友，台湾社会可以继续这样吗？当然不可以。我要告诉大家，我要这样的告诉大家，各位朋友，各位朋友，各位媒体朋友，没有关系。我要简短的告诉大家，台资园区这个计划案完全没有公共利益，它的利益就是土地炒作的利益。所以我要告诉各位媒体朋友，请各位媒体朋友，拜托各位媒体朋友协助我们一起监督我们的政府，让这个案子可以被驳回，让体育真正的良田可以被保留。谢谢大家，谢谢。Yeah!
很浓。阿翔不来，我们讲几句话。体感书，要报书。你爱投杜海上天，还是要参加？那顶壶，你看，人要对上对吧？怎么办呢？大家，老爷们，辛苦，等待我来签，我等待我来签，我弄了都成天，我弄你了，我该哪有事情？但我做我唔要咩东方家同来事情，今天呢，辛苦，要辛苦来吹他。呀，我们要开会了，马总统，天主教，我们要去前去，出在政治，要在家庭来建设，哦，第二时期呢，家人扶教还有一个，家慢慢继续发，不是到中台哦，到中台哦啊，家口虽然接天了。你要洗去发的那是美女的你的伤害当中有病来呀那是偶的呀哪一句话也要加速你要到那个反部你必须去外面你全部没拉天哦对你不要让他洗去你要去哪里有病那一个就是说我要去翻哦想要排队时间你懂你没错我很不错的做哪一位也来转转哦一定要不要参加这次期待政治一定要一起来记得一定要给你哦在心里说在更加一个的选择继续目标得创一名县两岁产权不作战我们中华民国的宪法是四条要主张走向生命财产权、经济权、政权权，他有叫那个法律来没有？你，我的先生，你考虑哦。所以说，我大家反对到底。我今天，谢谢莫吉先生，你占领他进行的天通要二打。要来哦！今天我也想他说，来命大于太多哦！今天你看一看他这么命哦，我也希望政府啊要拿出要良心要吃饭，他要没有良心啊，这么神奇呢？看白各位，那要病在这汤江，水面上没得。没有良心，你们打架，别下去，越耳朝的，肯定不，越动用不起的哈欠菜，越人都有疙瘩，变压的，越是让那些不良的问题来构建这家，特别的没有良心，那你面对的，战争，吹他。是十多种材料，那是我的材料，等下我每年都材料，啊，你做干错干错，要政府你是变了，变相做这草地皮，完全你是强加北上的土地了，从前的事，你看，对啊，议长，那是代表人家全部的，你说恶晒晒的人，你没回到今天的就你没来去跳，那怎么？啊？哦，金明君，新闻台这个，哦，莫吉先生，谢谢你，哦，他这个团结，大家团结起来，都是这个的，永远都是这个的，永远，哦，要生存，莫反，简单，越个坚持的莫，越行的，哦，越勇士的，他这个双手，哦，谢谢大家，谢谢。好，因为谢剑阿雄把这些讲。
客家话，然后帮大家简单再来翻译。他就刚才拿出1000块，然后问大家说1000块可以吃吗？可以吃的应该是就是这些好的秧苗种出来好的稻米还可以吃，然后台北这些高楼大厦中住的人民还是需要新竹县竹北这个地方的农民种出来，大家才有东西可以吃啊。然后宪法在保障人民的财产权生存权是非常重要，可是政府不断放任那个财团资本去炒作土地，把土地征收之后，大家都没有田可以耕了。对，阿翔伯简单是讲这两点，然后接下来请那个台湾农村阵线的成员陈平轩来我们讲几句话。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我们看到今天记者会现场有一个排成米字的秧苗，向大家报告一下，其实现在竹北正是农忙期间，现在竹北的农民正在赶着插秧，可是为什么今天还是这么多的农民来到营建署前？因为政府的普益计划要征收他们的农地，要征收他们的良田，要砍掉他们的良田。各位看看这些秧苗，这些农民辛苦了一辈子，用尽心血只是为了种田，可是现在政府却要把他们安身立命，把台湾全民安身立命的根本砍掉。关于这个普益计划，我有三点跟大家报告一下。第一个，大家看我们今天提供的资料，事实上新竹的空屋率、竹北的空屋率已经高于全国的平均，换句话说，竹北跟新竹的住宅是供过于求，没有必要再开发一个新定的都市计划，更何况是447公顷这么大的面积。所以这个都市计划在法律上、在现实上都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是缺乏公益性也缺乏必要性的。第二，我们看普益计划号称新建台资园区，可是实际上它的产专区只有13%，有三树上用地却是它的13倍，这代表了什么？这是一个草地皮的计划，所谓的建设是假建设，所谓的开发是假开发，真正的是炒作，真正的是政商联合炒作土地谋取利益。第三，竹北这个地方，六家这个地方是北台湾稻米生产重镇，有这么多的人在这边得到冠军米的殊荣，我们看去年得到冠军米殊荣的也是来自我们竹北的农民，可见这个地方是非常重要的稻米生产地。现在台湾的粮食自给率非常的低，在这样的情况下，台湾的农地是一块都不能少，却还要把这么大面积超过90%以上447公顷的特定农业区给铲掉，这不但违反我们国家的安全政策，而且也违反2011年年底土地征收条例修法后第31条的立法精神，也就是特定农业原则上不得征收。以上报告，谢谢大家。好，那我们再喊几个口号：滥征农地，滥征农业，不公不义，不公不义，滥征农地，滥征农业，不公不义，不公不义。好，我们今天早上记者会开到这边暂告一个段落，接下来我们会有5个代表来进去都委会里面开会，我有5个代表来进都委会开会，那我们竹北自救会的乡亲会在这个地方，然后等待代表开完会出来的结果。好，那今天记者会到这边结束，然后谢谢各位媒体的采访。好，大家可以稍微休息一下。好，接下来会有代表来进去为我们开会，我们会有老师，还有农政的朋友，农政的老师，还有农民会继续来为我们讲话，来为我们开会。